有桌子哦，有咖啡哦，啊，有蛋饼哦。但是咱上拍饼，哎，老天爷都是做桌子。我讲你啊，你啊，这个好难弄过来啊。哦，到时候过来。哎呀，到时候我就做。 馒头夹豆腐乳，这个叫做戚风蛋糕。这个蛋把人剪成蛋饼，这两边是素食的，啊这边是荤食的。来，快来。哦，我三个一样。这样好像蛮够够高了。 你无摕茶来，这不紧吗？你茶，你空的无紧吗？有啊，就这样子。我给你，看人家，看人家，咱们在做这些，不会不要你讲的。 谢谢。我想早点早餐，早餐会。我是无电啊，我中午还没。你要早餐会。早餐会。我们哥哥分的早餐会。我做的馒头哈，比较没有甜，你们配这个外省口味加一点，够你们这个很好吃。那个馒头加豆腐，好吃啊。还有人带水果呢，真幸福啊！哇，哎呦。
蛋糕，蛋饼，这个才是蛋饼，蛋饼，这个才是蛋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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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
哇，你这情况你要拍都无夹到。赶快上镜头哦！哇，好棒啊！好了好了，哥哥班棒，棒不棒？棒！来来，班长哦，班长，我们叫一下秀花老师，想不想吃，好不好？秀花老师，想不想吃啊？我们好想你。就我看，那个黑板在打包，那里在打包。就我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您哎哎，把那个哎，哎，竹笋没有加的是吗？这个是那个在我家的蛋饼里，他那个是蛋饼，加了蛋饼，后面那个用的是胡椒酱。我今天吃的很饱啦，我今天吃的很饱啦，我准备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快点过，为了要做了，你家吃啦，我做也够了。咖啡是我们的廖老师廖会长一早泡到现在的，啊，今天都是黑色黑蛋糕，不是黑咖啡。